先回头看一下那棋子，就最赢的人棋子会在中间，那是你的目标。不给白手，不给白手。哇！你先回头看一下那棋子，就最赢的人棋子会在中间，那是你的目标。不给白手，不给白手。哇！三次，这一次还大很绝了。对。每次都是不是主要的那一个，这一次的话我带大家这个得分去前接到盘，然后往里面打掉，反球，哇，接盘得分。这次他们就一直叫我笑，我才可以丢得跟平常一样好，这一次真的做到。能不能够往前推进呢？看起来非常的有机会。加油！他在跨的时候，我们都在想象说我是张家生，我是张家生。我的项目来，对，应该就是我要拿冠军的时候。没有关系。他觉得对着你很贴心，还帮大家剥虾。因为我不是只帮他，我是帮我们每个队员都剥虾，每一个每一个，我没有偏心。全明星林湘木及黄粉，快来追！最爱推帅男，歌舞小太是我的菜。想想的，想想的，想想。尺度有很厉害的，当然。对于写真书的时间是非常要求的，我每一寸肌肤都是展现的。乡民们酒归来，24岁林湘第二本写真书来啦！啦啦队女神人气爆棚，身为全明星四黄队经理，队上刚好有位天才被她用剥虾大绝说服了。因为我是处女座，我很擅长察言观色，然后很容易看得出，哎，她是不是不舒服，然后我就可以向前去关心。你没有关心客户笑态吗？她是你的菜？她是，就是她长得是我菜，啊，相处就是我。我又不想跟他们一起训练，那你会有什么要想起？就是跟大家一起，没有特别的，就是跟他这个人相处，就是每次我们都是黄队嘛，一起相处，一起玩。他觉得对着你很贴心，还帮大家剥虾。哎，我不是只帮他，我是帮我们每个队员都剥虾，每一个每一个，我没有偏心。然后就是经营他们的粉砖啊，我有经营啊，我有经营。结果我发现黄队 IG 人气最弱，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蛮沮丧的，可是别人就告诉我不用沮丧，没关系，因为他们已经有前几季累积下来的粉丝了，黄队算是新的一个队，所以要养，所以要养一下，所以麻烦追踪一下我们黄队的 IG。那是你多放他们的脸照啊？我想说要不要在里面放个比基尼照啊，吸吸人气什么的，可是我想说算了，我自己是小编，要做这种事，感觉好像有点好笑。话说啊，黄队上周拿下大队接力冠军，刚拿下 MVP 的队员郑敬欣，因为提前爆雷蓝队轰子们惨衰之后，被制作人大骂了一顿。可能因为我们有发照片的群组，然后那个群组有分还不能播出跟可以播出，那张照片在就是没有被特别放到还不能播出的那一个。换这个个性就是那样，就很激动，就很激动，所以他当然是大生气，那他会吓到，就稍微关心一下他，然后大家整队就是也跟制作人当说抱歉。他应该有耳边跟你们说抱歉，有啊，完全有，在进之前就是完全有哎。所以你现在单身？对。那你的理想条件除了长相像歌舞小太？长相也不一定要像歌舞小太。深邃啊，你喜欢深邃？要深邃，然后黑眼圈比较深，然后轮廓比较深，然后皮肤比较黑，就是看起来比较颓废，然后画长长的，当然不炸那种。你喜欢都可以艺术。都喜欢艺术派的，年纪我好像没有特别的限制的，嗯，对，喜欢就可以。